家啦，咁個肚裏面咧有個嘅不等式喺度嘅，就是 x 加二 y 細個等於三，同埋四 y 大個等於 x 加三。就問以下呢四個 region 咧，邊個係代表緊呢個 system of inequality 嘅 solution？ 咁我哋睇睇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先喺紅色呢部分 ，OK， 就係 x 加二 y 細個等於三呢個。咁佢嘅 y 嘅 coefficient 咧就係二，即係正數啦。而個 sin 咧就係細個等於即係負數。咁我哋用翻正負得負嘅原則咧，就知道我哋由 lower half plane 下半部。所以啦，紅色條線咧。紅色條線咧，我哋要下半部啫 ，lower half plane。跟住啦，就到綠色條線啦。四 y 大過等於 x 加三，咁 y 嘅 coefficient 係四啦，係正數，而個漸進係大過等於，即係又係正。咁啊，根據正正得正嘅原則咧，咁我哋知道有 upper half plane 啦。OK， 綠色條線有 upper half plane。咁因為呢度有個 n 喺度啊嘛，咁即係話我哋要重疊部分。即是重疊部分，所以就是 region 4 啦，答案就是 D 啦。